第一张画哈，就是形容的雨天下雨的那种情况。那一般的话，要看张画的，一定要在基隆一段时间，或是常常来看基隆那个蒙蒙细雨啊，蒙蒙细雨的那种朦胧的感觉，从这张画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。然后这张画呢，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喜欢的画，很有深度的画。